好啊，今日咧，如是我闻咧，系讲一个题目，儒家。嗱，呢个儒同埋呢个家，就唔系咧，系中国话咧嗰个儒家，就唔系孔夫子、孟夫子个儒家，就系呢个印度嘅儒家，yoga 呢个字咧，系来自梵文嘅，咁译音译咗做儒家，咁当然咧，用边个儒边个家咧，就系译音问题，咁亦唔会咧，边个系啱边个错，家字咧，好多人咧就唔用人字边呢、这个，但系咧，我觉得咧都可以接受用人字边呢个咧。加住咧，OK 嘅。咁儒家呢个字咧，就喺印度嘅原来嘅文里边咧，就系呃咁解。嗱，呢个咧后边第二个字。咁呢个字咧，大家睇咧就知道系以前咧放喺牛嘅背脊上高咧一个打横嘅。木做嘅，多数木做嘅，器材，咁啊使到嗰个牛咧可以拉车，又可以咧耕田，背住个犁耙，撬松啲犁，咁呢个咧引申之后咧，佢嘅作用，佢个字嘅意思咧就系、是、一个咧工具。呢、这个工具咧就系、是、连结、统一或者咧系结合咁嘅意思，因为佢呢、这个握住就连结咗嗰个犁耙啊嘛，咁所以咧喺梵文里边咧，yoga 咧呢、这个字咧就有合一嘅意思。合一咧嗱一阵咧会再详细啲讲到合一喺。呢、这个印度嘅哲里边咧，佢觉得做呢、这个瑜伽咧，系使到咧天人合一。嗱，天人合一咧喺中国嚟讲咧嘅哲学都有，瑜伽嘅、道家嘅。就算佛家嘅都有天人合一呢个观念，系一个哲学嘅观念。咁当然咧，佢有少少唔同。嗱，一阵咧，我哋再详细啲讲。因为咧，大家各种宗教或者各种学说，对个天咧呢、这个字，即系留天处嘅天啊，系有唔同嘅理解嘅。咁人咧。反而咧就容易啲統一嘅理解，因為人咧就我哋人咯，人類個人咯，就我哋人啦。人嘅性咧，人嘅屬性嘅本性咧，反而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解釋添。咁呢個，但最後來咧都係及人嘅，係靠我哋咧經驗嘅認知，知道咩叫人。但天咧，嗰时仲未有人造卫星啊，仲未有火箭登陆月球啊，或者探索宇宙啊，去到影火星啊等等咧，对个天咧都有一个唔同嘅观感。咁约略讲讲咧，因为咧最初我哋嘅先民咧，对于宇宙嘅神秘嘅秘奥咧，系真系好好奇嘅。尤其喺各种文化开始嘅时候咧，识人识谂嘢嘅时候咧，对于仰观天象，日头又好，夜晚又好，感觉到系好奇怪。冥冥中咧系一个主宰嚟嘅，所以中国人咧对个天字咧系特别咧崇敬。佢唔再系咧，而家嘅自然嘅天，
唔係 heaven 咁簡單 ，sky 咁簡單，而且佢係一個咧有人格嘅、有人嘅性情嘅天，而且咧係一個極致嘅人格、極致嘅宇宙嘅格局。佢代表咗正義、公義，代表咗咧好多人世間嘅規律。都是由天咧嘅定落嚟，咁天咧其大无穷，即系咧望落去咧，好似个圆顶咁冚住个大地。啊，呢个点样样能够知道个天咧？真系咧认识个天咧，真系一个咧好困难嘅事。但系经过想象咧，人咧就觉得咧系可以认同个天咧。是认识，不止认识，是更进一步希望人能够上到去这个层面，跟天呢一起。那这个呢就为之天人合一了。那讲回我们正话所讲的印度的儒家，这个学说呢在古印度呢是相当之流行，兼及咧系一个好高嘅高级嘅哲学嘅观念嚟嘅。有三本书，一本咧叫做《奥义》，一本咧《奥义》，有啲人叫书啦，有啲叫经啦，一本咧就叫做《博家梵歌》，另一本咧就系呢本《瑜伽经》啦。咁喺《瑜伽经》里边咧，就最初咧。这个创作者呢这个做瑜伽的一个哲人呢就而家亦做呢就波颠车厘啊 Padlanjadi。咁呢位印度的先哲呢就喺里面呢就俾咗好多呢个哲理如何达到天人合一呢、这个境界。咁所以呢刚才我哋讲瑜伽呢呢两个字係有合一同埋有统一嘅意思有结合意思。咁所以瑜伽梵语呢可以咁样解释嘅就係、是、内在嘅真我即係、就是、我啦嘅统一。同天嘅统一。咁呢个境界呢係相当高。而且咧，人类咧系希望佢能够达到呢个境界。咁啊，点样可以达到呢个境界咧？呢个咧就系一个修行啦。喺中国嚟讲叫修行。呢个修行咧系喺瑜伽里边咧，呢个学说里边咧，呢个哲理嚟讲咧，就系一个透过一啲动作或者透过一啲冥想。嚟使到咧呢个天人能够合一嗱，因为咁样咧，所以咧呢、这个儒家学说咧就受到其他宗教上嘅边缘化 ，penalize 佢，攻击佢。好啦，咁而家咧，我哋若咧可以先讲讲咧，一神教嘅耶教咧，系对佢咧有一种感觉，当然咧系觉得佢系邪啦。嗱，点解我会咁样讲先咧？因为有见咧，最近咧好多人咧都会问佢哋嘅神父或者牧师或者系。教友究竟呢佢去学瑜伽系咪抵触咗耶教嘅教律呢咁。嗱学瑜伽呢而家呢系喺香港世界各地呢都系一个流行嘅运动嚟嘅。喺香港呢好多健身嘅地方呢或者甚至乎专为瑜伽开班嘅地方，
喺嗰啲非常繁盛嘅市中心咧，有好多呢、這個瑜伽嘅學校嘅。咁啊，啲人參加咧，交月費之後咧，有啲咧就喺個班度咧，做瑜伽，做瑜伽仲可以沖個涼，換個件衫，吹個頭。尤其女士咧，尤其好多想 keep 到自己身材好啊 ，keep 到自己年齡啊，青春貌貌美就好難講啦。嘅人咧，嘅女士咧，都去學瑜伽。有亦有咧，請咗好多印度嘅老師咧，翻嚟教。啲印度老師咧，我其中識一個咧，佢係婆羅門嘅種添，即係咧佢係四個種咧裏邊嘅最高嗰個婆羅門嗰個階級。佢自細咧就學瑜伽噶啦，咁佢嘅傳授咧亦有所謂 private 有私人嘅傳授。瑜伽好啊，咁啊，点解佢哋有怀疑呢？因为咧，基督教尤其耶教咧，无论天主教、新教，香港好少东正教咯，咁啊都反对学瑜伽嘅，认为咧学瑜伽咧呢、這个行为咧系有违反教规。咁所以就好多人咧嚟詢問，咁我咧就知道咗咁多咧，就由佢歷史同埋咧佢反對瑜伽嘅理由咧，逐一咧同大家講講，就係、是、呢個意思啦。反對瑜伽咧嘅最重要咧有三點，因為咧瑜伽咧係印度裏面嘅一個咧。好古老嘅學說，而且佢嘅裏面咧嘅宗派咧相當多。呢個咧，如果學說咧，佢都唔係好煩惱佢哋一神教嘅。最煩惱嘅咧就係佢係東方秘術嚟計咧，佢係相傳咗呢、這個係一個。是一个相传的秘术。咁所以呢瑜伽呢其中有一个呢密宗的瑜伽呢是更加呢使到他们呢会觉得有问题添。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秘术里面呢就要念真言。所以真言呢就是一个咒嚟嘅。如果你练一个咁嘅咒呢就会呢使到一神教觉得呢係有违反佢教规啦。点解呢？因为呢喺利用一种咒语或者真言呢，即係话相信另外有一种咁嘅神灵係负责。是帮助到呢念咒嘅人或者念真言嘅人呢达成一啲愿望或者造成一啲呢力量。咁一神教里面呢就只能够佢个神有一个绝对全能嘅力量，係唔能够容忍呢或者接受其他嘅力量呢超自然嘅力量呢同时发生喎。即使是同时发生，这个力量都要低于他的真神。只有他的真神，他的神只能够有最高无上的力量。所以呢只能够他们对真神的祈祷，亦不能够容忍呢其他人对其他的神灵的祈祷。变咗莫名其妙嘅祈祷啦，觉得呢啲一定係邪㗎啦。於是乎呢瑜伽呢就牵连到落去呢个咁样
嘅罪状里面，佢唔能够系一个祈祷嘅真言嚟嘅。我记得咧，我曾经发过一次火，真系发火，系好嬲怒。我平时都唔嬲怒嘅，嗰次真系好嬲怒。事完咧，我去到另外一个朋友啊，阿苏更哲嗰个香港一个卖旧书嘅新亚图书中心，咁去探朋友咧，兼咧行下，就发觉咧，其中咧有几本书系厚皮嘅，呢厚皮嘅书咧系好难得买嘅，系讲述咧甲骨文嘅文字嘅研究，咁揭开睇咧，发现里面嘅头嗰几页咧，系居然撕破咗，而且呢个撕破咧系非常之暴力地嘅撕破，系用一个咧刀啊，一把短嘅刀，用个手啊握住呢个刀，然后咧好用力咁咧喺佢嗰个书面书嘅页里面咧刺落去，割落去。使到咧前面有几页咧，完全咧割咗去。咁我觉得割呢个人咧，持刀呢个人咧，系好仇恨呢本书。究竟为咗乜嘢嘢咁仇恨一本咁嘅甲骨文研究嘅书咧？咁我就询问店主啦，你书点得嚟咧？咁佢话咧个店主话咧，佢系识得呢、这个俾书嘅人。呢位咧太太咧，佢仲系一个好虔诚嘅新教教徒添。但系新教教徒咧，佢嘅教友就认为占卜，中国咧商朝开始有噶啦，用嘅甲骨文咧，甲骨文好多时咧系而家咧。在个龟背或者牛的肩旁的骨里面呢，刻住啲字，而烧呢睇个裂痕去边度呢，然后呢就係一个上天嘅启示，天启嚟嘅。佢觉得咁样呢係一个好邪嘅动作。而且呢讲出呢个天启，告诉呢个卜求签嘅人嘅说话呢，是一个邪灵嚟嘅，一定唔系上帝咯。嗱，咁我哋咧就先讲讲，究竟呢啲占卜用嘅甲骨文系几时嘅咧？我而家商朝嘅咧，我睇似乎咧会超过咗咧三千或者到五千，即系公元前嘅啦，系比犹太希伯来人更早历史，或者甚至乎咧。大家互不相传、互不交通嘅情况底下咧，你有你嘅，我有我嘅唔同嘅做法。中国人咧就用呢个文卜，呢、这个占卜呢样嘢靓唔靓咧？我唔知道，但咧嗰阵时有规矩，这个、规矩呢个规矩咧就系、是，如果你唔系大事咧，即系唔系千刀啊，唔系发动兵戎啊。等等大事呢，是你占卜是无效的，是不需要的。不是好像现在什么人都说走去占个卜啊，问个卦那么简单的。而且你不是真诚呢，你是想试探呢，就千祈不要做。一定呢是枉费你的时间的。好啊，那么如果这样看呢，东西方都没有互相交通的情况底下，如何能够话呢个神灵呢、这个超自然嘅做法系一个邪灵呢？我哋只能够呢咁讲，就系、是、犹太人，即系希伯来人，古希伯来人，佢有佢崇拜嘅神，佢信自己嘅神，神系一神，系万物之灵，全能全知嘅。OK， 冇所谓，我有我信。我自己中国的占卜那个超自然的力量，
互不相干，你做乜要排斥呢？你做乜要排斥中国呢个咁样嘅古时嘅一个嘅民族嘅信仰呢？咁所以呢我比较愤怒。佢直情呢就係呢班呢无知嘅教友，尤其呢架咁样嘅教友，我唔知道有几多少男人几多少女人，总之呢无知，未读过书，唔知道乜嘢叫做易经，又唔知咩叫甲骨文，又唔知咩叫中国占卜，只係相信佢哋嘅神呢係天下唯一嘅神，各有各嘅人嘅唯一嘅神，你做乜要排斥人呢？而且呢仲用一个暴力去撕毁人哋一个咁样甲骨文。甲骨文根本唔係一定係占卜用嘅添。而家呢係中国文字之始祖。咁你选话呢本书係一个乜嘢嘅心理呢？之后呢班人仲走向呢个新亚图书中心呢 complain， 因为我喺另外一本书呢嘅序言嗰度呢都有讲述呢件事。我就偏偏要讲，我就要谴责你，我就要闹你无知愚蠢，当咗自己嘅神係唯一神。我就不嬲都当咗所有嘅神係有佢哋自己嘅神话，有佢哋自己嘅文化，不能够互相排斥，排斥就打起仗嚟。世界上好多战争，死咗好多人，我睇呢为咗宗教而死亡嘅人，或者证明人类嘅愚蠢，喺中外古今死嘅人，我諗街上嚟多过文化大革命，又唔係讲笑，真係。好啦，咁讲完呢个故事之后呢，又讲儒家点解会受到耶教嘅 penalize 嘅攻击。咁另外一个讲法呢，就係话儒家呢嘅好多肢体嘅动作呢，佢係令係向呢个太阳神嘅敬礼。嗱，呢样嘢更加无稽。呢啲肢体嘅动作呢当然呢係几困难嘅。但係呢个呢啲瑜伽动作呢，佢其实呢后面个根源呢就係一个对身体嘅一种能耐嘅要求。佢弯腰啊，甚至乎坐喺度啊，动个即挖夹起隻脚啊，上个头啊，呢啲等等呢係呢佢有佢嘅传统嘅做法。咁有阵时呢有啲话以往血气，我哋唔需要追求。你觉得呢一种动作本身係有益于你嘅身体健康呢，咁不妨去做。係咪将佢渗入咗成为一种呢宗教嘅诬告呢？我认为不必。更加不必呢係去使到呢一种动作成为咗宗教上嘅一种抵抗，或者係一种破坏，而令到呢你个宗教呢要抗议佢，要抵制佢。咁第三呢就係涉及瑜伽呢里面另外一种行为，叫做冥想。嗱，喺新教或者基督教呢里面呢，天主教里面呢就非常之反对冥想嘅 meditation。但我首先呢讲咗呢，正话我讲个基督教先。有一次呢嘅佢哋教会嘅聚会呢，有好多呢仍然呢对佢哋信教信得好深㗎，仍然呢对宗教嘅常识呢係好浅薄。咁我呢忍唔住啦，对唔住，我都同嗰班阿太呢解释下。我所谓基督教呢就是、包括而家我哋讲嘅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我哋包括埋呢十一世纪分离嘅东正教。
又讲埋咧十六世纪分离嘅马丁路德嘅新教，我哋叫新教喺天主教咧嘅翻译最初咧呢个 Protestant 咧就系叫世反教添。而家咧我哋唔用呢个字噶啦，我用新教咧比较公道啲。新教咧其实咧最早咧系三个 set 嘅啫，三个分支，一个咧就马丁路德嘅。一个路德式，一个咧就系 Kevin， 一个咧就系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佢唔信教皇嘅裁决，唔俾佢离婚，于是佢独立咗出嚟，又变成英国国教，即系圣公会。及咧呢一个咧，仲有一扎唔同嘅唔受天主教皇所管辖嘅，但系仍然信基督嘅，仍然信呢个天主嘅，或者圣灵三合一体嘅教，呢啲包括咧几种唔同嘅教会，包括啊 Coptic 即系印埃及嘅基督教会咧，阿尔巴尼亚嘅阿尔巴尼亚嘅教会咧，好多種咧細嘅教會，好似有七個咁多。咁呢啲係少嘅基督教團體，但我哋合稱都係為之 Christian 基督徒。咁根據我另外一個朋友講咧，自認基督徒咧呢個咧係殉道嗰陣時咧自己嘅承認，始終咧不失為一個基督徒。但係咧，我覺得咧而家好多官員認自己做基督徒咧。其实咧，佢系标签咗自己，即系话咧，自己系一个老老实实，有一个皈依嘅，唔系乱嚟嘅，唔会违背良心嘅，亦冇咧以党说为一个最后嘅宗旨，做人宗旨嘅人系好嘅，其实就唔应该咧 penalize 佢。好啊，讲翻咧，刚才我正话讲个沉思，或者我哋叫做冥想。冥想呢喺点解会觉得会系成为咗一种罪过呢？咁喺基督教嘅咁多种分支里面都觉得系唔好。因为呢觉得冥想里面呢好容易呢你嘅精神就俾邪灵入侵。佢哋所讲嘅邪灵呢就是撒旦。魔鬼，一切其他鬼鬼怪怪咧嘅出现咧，其实都系魔鬼嘅化身。如果魔鬼咧会趁住一你咧喺冥想嘅时候咧入侵你个思想里边，引致到咧你冥冥中可能喺冥想度周游列国，或者上咗太空，或者咧唔知道去一边，去咗 nowhere， 唔知咩地方。呢啲咧都系一个邪恶嘅，喺基督教嘅讲嘢讲咧系邪恶嘅。有时甚至乎咧系使到你咧更加水入非非，咁呢个更加邪恶。喺佛教里头咧，水入非非未必一定系邪恶嘅。好啊，因此咧冥想喺呢个瑜伽里边咧嘅一个行为，亦视为一种咧不当行为。咁所以加埋晒咧，刚才我所讲嘅，佢如果当咗自己呢个神系天下宇宙唯一嘅神，你嘅信仰，于是乎样样唔系呢个神嘅能力，都认为邪咧，咁你真系瑜伽上咧系会感觉到系你念瑜伽系一个邪嘅行为啦。但是如果你觉得练瑜伽只不过是一种呢使到自己身体健康，或者你活动筋骨，你绝对是没有这个邪的感觉的话呢，有没有其他的目的？有些是目的的，有啲咧想识多啲人噶，有啲想去沟女啊，有啲想去沟仔噶，乜都有噶。咁嘅话咧，
你其实是很纯正的一个活动。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教友呢，你是不需要理会，你就不去做咯。不做做第二种活动呢，体育的活动呢，我想呢都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是觉得信教只不过是一个呢你自己心灵上的寄托，咁呢亦无妨喎，你做瑜伽无妨喎。因为呢你始终喺心里头呢可能都认为呢个是希伯来人嘅宗教，佢哋嘅神话，佢哋嘅教规，我系中国人，我就系信我自己嘅民族，信我哋自己传统嘅神灵同埋佢嘅哲学。如果信哲学嘅呢，好似我咁样呢，我完全觉得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神话，是不需要呢咁着急咁着紧的。瑜伽呢我不懂，我个大女呢是一个瑜伽的教师，他们经常都做的，但呢亦不觉得呢我觉得他是个人会受到邪灵的侵袭。在香港呢很多个朋友男男女女都有学瑜伽，做完之后呢身体似乎呢好咗，我冇特别关心瑜伽后面嘅效力呢，但觉得佢哋几精神，亦唔觉得係一种呢入邪嘅动作。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係了解咗何为瑜伽，点解基督教嘅人士反对等等，我哋呢就会放心呢去做。起码呢你当咗呢个系一个希伯来人嘅佢嘅神话学说。今日呢因为呢我星期六呢继续同大家单人讲述呢、这个禁失不禁欲，话而且呢我得到个朋友呢嘅协助呢，今日呢换咗一个呢一个 webcam， 咁呢 webcam 呢比较专业性啲，同埋收音好啲。咁呢我希望呢四围全世界嘅听众呢听到呢同埋睇到呢我呢个节目嘅时候呢避免咗好多潜水啊、沙声啊、delay 啊，或者镜头唔稳定啊，可能我开头嘅时候有啲唔稳定啊，我感觉到开顺咗好似啲。咁星期六呢再现，今日会做短啲，对唔住。咁睇完之后呢大家呢喺网上呢可以俾意见，多谢各位。